八频道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郑可平。那在迎接农历新年的来临呢，我们一家人会聚在一起呢做大扫除。我们需要花一个礼拜时间，也会到牛车水是半年后，然后呢把家里布置的喜气洋洋的。在此我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洋洋得意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你的福气是什么？与麦当劳同分享。